C 调的咪型音阶，我用三种方法给大家示范。这三种方法，左手都是一样的，不同的地方是右手。第一种，大拇指弹这三根低音弦，食指弹第三弦，中指弹第二弦，无名指弹第一弦。第二种，食指跟中指交替拨弦。第三种，弹片下上下上交替拨弦，注意不能连续两次下或者连续两次上，一定要遵循下上下上这种规律。